郑永昌。我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扯铃，练了15年的时间，到现在已经大学毕业。扯铃从我的兴趣变成我的工作，它也是我最热爱的一件事情。刚刚最后那个指地铃双棍是我的大绝招，这个动作我练了3年的时间，虽然到现在还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成功，但是它也帮助我得到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国内外的扯铃比赛的冠军。今天在这边呈现给大家看，虽然刚刚因为前面已经表演非常多了，到最后体力有点不知做了4、5次才成功，但也许是这一次，也许是下次，也许是100次以后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，就会有成功的那一次出现。希望大家有记得这段扯铃表演，人生一定遇到很多困难，但再一次就好了，再一次说不定我们就会突破，而且变成更厉害的人。我的名字叫做郑永昌，我的表演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，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也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。